欢迎大家来到部落。我们部落这边有射箭场、射箭体验，还有制作弓箭的 DIY，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林区的猎人体验射箭跟陷阱解说。我们哈、左手打直，右手拉到嘴角就好了。放箭的时候左手不要晃，右手在放箭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大。哦，有进入状况哦。麻烦你拿你的相机，有没有把那个石头帮我照相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荷兰男子，有没有很像一个外国人？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哦，阿美族的冰箱，日常生活里面的哦所使用的一些东西哦都在这边。在过去这个海平面距离海岸边有没有七海里，那个就是黑潮的边缘。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头目山，头目山跟这个荷兰男子，它有一个村落叫比西里岸，原住民的耆老从那边进驻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整批的羊在那边，所以他们称那个地方是养羊的地方，所以说比西里岸的意思翻过来就是这样。像我们阿美族都自称为海洋之子的由来就是这样，都希望说这边是我们靠这个海洋里面是生活海洋之间的一些那个关联。